第十九题，取不同的物质，依下列流程进行实验并观察结果，以下列哪一种物质做此试验，就不会得到下述的结果。我们看到这个流程，用铝箔把东西包起来，留个缝隙之后去加热，这就是课本上安排的干馏的实验，最后得到的焦黑物质就是碳，这证明这个物质含有碳。那么我们也就是我们来检验东西是不是有机化合物，这里的选项 B 奶粉，选项 C 面粉，选项 猪油都是有机化合物，或者是有一些是有机物的混合物，所以都会得到这个焦黑的物质，但是 A 是食盐氯化钠，它不是有机化合物，它没有碳，所以不会得到这个焦黑的物质。19题问我们，以下列哪一种物质做此试验就不会得到下述的结果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 食盐。